今天要干你们最想看的事儿。每次我发袍子的时候，你们都怀疑我是不是木棉阿姨亲手做的。走，去找木棉阿姨去。Hello， 给你又送来皮子了。我们都特别崇拜你这个手艺。所有的这些，全是手工缝上去的。你有八十一米多，那还胆子多二十。那到多少呢？不够的话就先把那个新买回来的补一个，我再给他买一个。现在就腰疼了，老也老了，72的时候。72腰疼。平时是不是在牧区？5年就来这儿了，05年给孙子做饭。来这儿是给孙子做饭。买的房子现在就回也是。就这儿干点，你这么老了，你还能干这么高强度的手工活，那你挺厉害了。你眼睛也挺好啊。戴眼镜还不行。不用戴眼镜啊。不会戴。不会，还是用不着。再来点。啥了？这是毯子吗？毯子吗？自己画的。这是这要把这个挂毯给做好。挂毯。这个是我绣好了。绣好了、就这样的。我还以为把这个都绣满。不，它就是这样。一米宽3米长的一幅万马奔腾套马汉子的这个套马的这个图，纯手工自己画的，一针一线。这个多漂亮，哇，壮观，给我的感觉又好壮观。牛的肩胛骨做出来的，这个是硬啊，这个是艺术品。做完了已经。这是千金那个。你这都能放到展览馆去展览。而羊头的骨头，这是羊棒骨。这是达茂奇那个图，包头的义工。这儿本来有3个鹿，是包头的标志，鹿给人野出的时候弄掉了，赔谁弄的谁赔。拜拜了吗？拜拜。那你忙吧。这就是我们做纯手工羊毛毯，今天已经带你们把老窝都看了，没有不要有什么顾虑的，真的喜欢真的想做的快来找我吧。还有就是老阿妈那个长长的用手工缝的那个壁挂，如果有住大别野的朋友们，帮老阿妈收了吧，因为她年龄也大了，她也不准备再做了，现在想出手换钱，妈，谢谢大家。